哎，姐，哎，我还是不行。你看我平常连拍照片都不会，哪会拍广告呀？哎，你还是回来吧。我跟你说，这次拍摄的工作人员对我都非常熟悉，万一弄不好就露馅了。你是我妹妹，咱俩差不多，就随便摆几个 pose 就行了。咱俩怎么能差不多呢？鲁生生珠宝要的是展示女人的性感和珠宝的华丽之间的关系。 要自信，相信这个世界上你是最美的女人。你千万干什么呀？这你是怨不了我，你自己没关门。哎呀，我还没画好呢，你出去出去。哟，这是今年法国最流行款，是不是？我没画完呢。行了，不跟你开玩笑了，赶紧把这妆卸了，重新化一遍，然后再换上一件体面的衣服。我带你去个地方。去哪儿？我你时间，我在楼下等你。出去。 来吧，来，这边请。哎，这边。这边请。哎，人都看着你呢。那个，带我来这儿干嘛呀？让你找一下感觉。你不是马上要拍广告吗？我怕你不适应。你别看我别的本事没有，三两下搞两张门票是不在话下。 你怎么看出来我没自信的？哎呦，你这不自信都写在脸上了，是个人就看得出来。听我的，一会儿看上面的人的反应，学人 model 那种自信，行，那种范儿，那种感觉。知道了，来了。 太吵了吧！我觉得我心脏都要跳出来了。再说，你看他们那包包鞋那么高，所有人都唰唰唰的看着你，紧张死了。如果是我，你听着，自信的。